昨晚食饭时，老婆班大妈朋友问佢我是不是很勤力，否则就唔会赢多多，输少少。最奇怪的就是我仍然有时间写文章，会唔会请人代笔？老婆实话实说，话我好鬼懒，经常睇电视，很少睇书，在家里不会做公事，久唔久见我写文章，连佢都觉得很奇怪。有不少人以为很勤力，以为多劳多得，其实投资与赌钱都是一样。赌场第一杀是那些磨村赌仔，长赌必输，投资也是一样，经常买买卖卖，最后不但得个吉，甚至连本都输埋。如果不是政府出辣椒令到投资者冇得炒楼，大多数投资者都会失败收场，冇得炒炒卖卖，投资者不能磨村，今日才有好环境。我是冇得炒楼，唯有搵些细艺，写下文章。